一高潮，萧敬腾吞镜头，闹翻一传媒大尾牙。一传媒大尾牙真的来了太多大明星啊！昨晚由潘帅热场开场，今年有19名歌手热情表演，盘点高潮片段。马内先、李美秀。休闲先生台下的朋友就高潮啦！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耶、yeah ！哇，阿恁金马组合，阿有阿个有一个吹喇叭的，是吹喇叭是一样。哦，吹喇叭，所以待会你先吹喇叭，然后我在旁边帮他吹。哎呦！也误会哈，人家美秀姐吹的是这种。隔壁的老王也吹喇叭。那是这一位，老肖爽的送上红包袋，就在这个 moment， 肖哥再唱一首歌，谦哥10万块，谦哥，谦哥说你唱一首歌，他捐10万元，好唱好唱好唱。台下根本暴动啊！好不容易回到台上，他要嗨到。超级有诚意，小猪罗志祥压轴，帅，那就不能摸了，不能这样搞。你刚刚唱歌为什么一直笑？因为那个对象特别的，第一次。我不知道他上面尖叫还是不尖叫，因为我的口头禅在座有些可能跟过我的，然后我尖叫，那这样看到他尖叫，啊一边拍，一边拍一边叫，蛮酷的。看到他们懂其他长官那些太不人道了，真的不行这样，应该要把他自己捐。哎呦，对，因为其实这方面苹果他们都很照顾我们，第一个帮我雇车，对，帮我雇导。他们又不能谈恋爱，真的，对不对？他还要跟我们去，对不对？去看电影，他只能在外面等。对，你在吃饭，他还帮你把风，对不对？很辛苦啊。我也是哦，差一点车快被拖掉哦。啊，真的。都是国家朋友说，哎，小心车快，先移车一下。我说，哦，谢谢。我打个车啊。你们要独得呢，还是要多有奖？他们想拼多少钱再决定。所有的艺人里面最多捐多少呢？最多的。5万，瞎掉，还捐10万，哎，没有，我又来了，哎呦，来，麦克风来一支，不是你上来，你上来的话，开心的是他们，你知道吗？谁说我瞎掉？你知道？我是说我瞎掉，对，你应该穿那个品牌嘛，对啊。第一名让你当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以为你要说我要加码，我傻眼了。没有。
哎呀，感谢小猪跟欧巴捐出十万，一传媒全数转捐给苹果基金会，大家员工的十万红包，一传媒自己吃哦。苹果了 online， 明明这一堆人都舍不得回家不倒。